身为在密西根的乡下人，来芝加哥就是要吃。芝加哥厉害的餐厅太多，多到排不进四天的行程里，所以这集会介绍我精选过又订得到位的美食。星巴克旗舰店，你真的是旋转主题。我们终于吃到早餐了，排了好久哦，从进来就要排队，然后点餐也要排队。第三天早餐吃 yolk， 大家一起做。终于入座啦，等了快应该有一个小时吧。有啊。然后选了户外座，天气超好的。点了新鲜果汁，超新鲜的，真的是现打果汁，好喝。还不去喝装法很奇怪。怎么个奇怪吧？我一般都是这种杯子嘛，高的杯子。超巨大。哇，你这是两人份吧？快吃！它下面是什么？就是各种肉，就是 potato hash， 然后 ham sausage。对，你觉得有什么不一样？味道不错啊，味道有烟熏感。好吃吗？芝加哥最有名的餐厅，紫珠地中海式的餐厅。来，薯碎面包示范怎么吃，插入，摇一些薯碎出来，哦，把它当成像，等一下。你配点沙拉，配点沙拉。那、我怕涂太多，后面没人吃。不会，没事。沙拉来一点，盐也加一点。哦，没有形容词的好吃，自用。绿绿的什么？绿绿的是菜，菜。蛋都在。把那个蛋分撕掉。好对。所以做多是哪一部分啊？这个炸的吧。是炸的。炸的吗？完全吃不出来做多，很像那种脆片零食，很厉害。地表最小的花椰菜。那、你吃太快了啊。你呢？还有任务吗？我刚拿出来你就塞到嘴巴里，感想呢？很神奇的味道，是酸的。它的这个味道比较熟悉，甜甜的，都是小小一个，可以。点了一杯乌龙茶，来的是这样子，5块钱。豚骨拉面，还点是罗多拉面。
不错，很好吃，汤非常的浓郁。肯定是我的不够好吃，我的比较好吃，所以我十分钟完食，大概这样子。这家据说是芝加哥最好喝的抹茶拿铁，其实喝起来有点像煎茶的感觉，有煎茶的味道，它抹茶味蛮重的，我觉得还不错。哎，你的比较抹茶，我的有点像煎茶。喂，底下开放留言，牛舌是单面烤还是双面烤？我的想法是这样啊，就是很薄嘛。Oh no, no connection！ 你在搞什么？但是没有这些东西啊。哦，所以这个是点菜吗？没办法这样夹的，哇，这个超嫩，哇，整个分崩离析，觉得我会被烫到，感觉咬下去就直接烫伤，来哦，来，好吃吗？没有到炸开，好吃好吃，嗯。等一下用舔的哦，舔干净，每一口都在滴。你的手好脏哦。芝加哥 Vlog 就到这边，下次见啦。